女士滑门步，背面分解，一开始预备，右脚在前 ，fold one， 去，右脚后退，右手打高 ，in， 后胯转动 ，three， 重心来到左脚 ，fold， 延迟步 ，one， 右脚上重心 ，one， in， 八分之一转收脚，去，向旁做库克拉恰 ，in， three。延迟步回到背面 ，one 上重心前进转，转回正面，我们从头连贯，预备 ，four one， 去 ，in three four， one in， 去 ，in three four， one in， 去，右脚后退，右手打高。in 后胯转动 ，three 重心来到左脚 ，four 延迟步 ，one 右脚上重心 ，one in 八分之一转收脚，去向旁做库克拉恰 ，in three four 延迟步回到背面 ，one 上重心前进转，转回正面，我们从头连贯，预备 ，four one。two in three four one in two in three four one in